不是吧，阿草，你玩那个软件吗？我还以为那和什么探探什么之类的差不多呢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友人。没有看过，怎么了？那个电影怎么了？女主角很像我。是这个意思吗？别走呀，别走呀！他虽然说，就是嘴上是在怼你，是吧？还是那句话，某个名人说过，有些人表面看起来是针锋相对，实际上根本就是在调情。每一次你一走他就走，每一次你一来说个话什么的时候，哎，他就会跳出来讲话，懂了吧？我就点到为止。小皮鞭，什么小皮鞭？没有小皮鞭。我有逗猫棒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说这是事实呀，我又没有乱说，胡说八道。谢谢，谢谢关灯飞机，谢谢，感谢关哦，大家帮忙过过心吧，好不好？我们二学选的好难过哟。感谢光哥，谢谢光哥。什么意思呀，这个人？一会儿有，一会儿没。你看弹幕干嘛？看我呀！谢谢，感谢光哥的那个什么语音飞机，谢谢你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应该有看过周杰跳舞吧？我经常刷到他跳舞的视频，然后我就学会了他很经典的一个跳舞的视频的一个动作。有吗？都发问号，有没有看过？没有的话就算了，反正那你可能就不知道我这个梗了。行吧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你就这么说吧。很伤心，很伤心。有点过分。不是，我不是说跳，就是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动作。
我的眼睛看会了，我还没有尝试过，不知道就是身体有没有学会。我也是女团出身的呀，我是女子康复训练，那个什么那个最大的团出来的。简称女团呀，女子康复训练团。而且还是就资质比较久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康复训练之后可能一两个月他就出院了，他就不用了。我资质是最久的。糯米团是不可以把我给说饿了。才上年纪呢，至少就是现在还有人天天有人夸我可爱，这就说明了我现在根本就没有上年纪，我还很年轻，还很年轻，可以这么理解。看到没有？我问你嘛，你会夸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可爱吗？是不是？就是一个人他上了年纪了，你觉得他是前辈，他是长辈，那你就不会夸他可爱，会显得很不尊重。你会夸他和蔼可亲，是吧？所以说我没有上年纪，我看起来还很年轻，看起来怎么说也像个13、14岁的。13、14岁零几十个月的，就看起来是吧。谢谢木哥的飞机，谢谢，谢谢我进步哥哥，谢谢你的飞机。谢谢。为什么你会觉得你妈妈可爱呀？不同感。我不知道哦，他说的这种局部磨皮呢，是因为这样的话发际线高嘛，它是有好处的，它会显得脸比较长，脸长了就会形成一种瓜子脸的错觉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实际上我的发际线它没那么高，这是视觉欺骗。感谢哈哈，谢谢抱抱抱。这个特效好假呀，换一个吧。对呀，我明明很瘦。哥哥，谢谢家人，谢谢。你说来就来了，家人还带什么礼物啊？真的是太客气了，谢谢。憨吗？
有吗？晚上黄昏带走归鸦，我横笛朝外你牧马，江上木发声一样看流水松落。是九千哥哥哟，谢谢你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还差最后一点点，两点点就过了。家人们帮忙凑一凑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每天二十过的可难了，每一次都是十二点之前，快十二点的时候才能挂心的。今天难得是吧？还有一个小时到两点，我们早一点把二十过了，让呆呆安个心。这样才能好好的，就是给大家哄睡觉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就不用总是惦记我的。哎呀，任务过没过呀？分心了，一个分心不小心打翻个东西，或者打个嗝，多不好呀！晚上黄昏带走归阳，我横笛朝外你牧马。先投票呀，先投票。